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卡西啊。我就打完呢个忍界大战就觉得好攰，所以就做忍者啦。你咪卡卡西？你咪天命佬？冇错啊，就系同勇者一行人打完魔王之后，实在太无聊啊。不过行下街，竟然见到你喺度弹琴。系啊，我要喺度发出挑战。哇！你做咩？講笑啫，其實今日我哋係準備咗《火影忍者》同埋《葬身的庫里爾》嘅曲目，諗住同大家一齊分享。我哋咧仲玩一個挑戰啊，就會喺對方咧彈緊某啲歌嘅時候咧，就中途突入去我。咁雖然我哋之前預告咗，我哋係會一齊出嚟彈啦，但我諗點都會有啲現場觀眾可能唔認識我哋啦。希望我哋呢個突入可以俾到一個驚喜佢哋。我哋究竟可唔可以成功一齊聯盟呢？我哋就一齊試下啦 ，Let's go！
我哋都成功四手聯彈啦，效果都十分之好啊！係啊，現場都好多觀眾，氣氛非常之熱烈啊！七下勢，我哋下次再決鬥啦！好，希望到我哋一定會決一死戰噶。下次五十年後，我哋決戰啦！五十年後都死咗啦，已經。五十年後變咗阿伯，而家得翻五刀咯。喂，希望到我哋而家喺邊啊？係咯。剛才我們不是在中環街市要彈琴咩？咦，看來我們動漫節的會場，我們已經穿越了去另一個地方了。是的。咦，看來有很多不同的穿越者都來到這個世界。那不如我們一起來這裡走走。好啊。走。看到那裡呢，有些我的同伴啊，現在就讓他們拍一下照。今朝先化到出嚟嘅，我試咗好耐都化唔到，然後好彩最後成功啦，然後係咯，仲有好多人都話我化得好好，好有成功感啊！係可以嚟之後可以試多啲唔同嘅 cosplay。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嘅話，記得 COS 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